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曹小厨。重庆那个天气真是忽冷忽热，让人受不了。今天又降到10几度，出门又要开始穿外套。今天想吃个水煮牛肉，所以起了个大早，现在到菜场去看有没有牛肉卖。走。这边的牛肉来晚了就买不到了。哪卖的？那个42块钱，四十二块钱买了一块牛肉。我们今天做一个曹小厨正宗版的水煮牛肉。弄，先把牛肉洗一下。这是一块里脊肉，买点豆芽。我个人喜欢吃豆芽，你们想放啥子个人放哈。葱姜蒜芹菜一起洗。说实话，我做视频到现在还没有做过水煮牛肉，你晓得为啥子不？牛肉太贵。你太聪明了。现在开始切牛肉，这块牛肉有些大，我们先给它一切二，然后切成薄片哈。牛肉尽量切薄点儿。我们先把牛肉腌制起来，再准备配菜。盐、胡椒粉，加点料酒，然后加半碗水，抓匀。加水的目的是为了让牛肉吃足水分，肉片更嫩哈。这个蛋清哈，最后加点生粉哈。青大蒜切成细刀，芹菜切成段，切成葱花吧。配点大蒜，配点姜，剁成火锅。点火，倒油。我们先把配菜炒一下。配菜里面我就不放海椒、花椒了，昨天刚刚吃了火锅，菊花到现在都还痛，要放你们个人放哈。稍微放点盐哈。配菜出锅，放点盐哈，少油，觉得油多点你就少放点哈，觉得油少点还可以再加点。下个30克花椒，放点姜蒜，猪肉灵魂。这个一定要正宗的豆瓣哈，炒香，加水，调点盐，放点鸡精。我今天给你们看哈，我放的鸡精到底多不多哈。
然后下这片儿是牛肉哈，不是猪肉片哈。这片下锅，先莫去动它，让它个人煮哈儿，煮个3:21出锅。葱花、香蒜、大口椒，我们就撒来点了啊，来点花椒面儿。香得不摆了。摄影师吃不吃饭？40几块钱的牛肉，你个人吃吗？好嘛，吃好多饭？一碗。多了没得哈，只有一碗啊。你不能多煮点哦。米2.5斤都没煮那么多干子。那你就不能少吃点吗？好，今天少吃点。曹小厨的水煮牛肉，喜欢的点赞，不喜欢的个人吃饭哈。我觉得还是香。吃起来是安逸，今天你多吃点哈，我多吃菜。为什么？啊？因为牛肉不好吃，我觉得。好不好吃？不好吃。不好吃，你吃那么多。你说这个吃了不长胖的嘛？倒点汤，把饭泡哈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曹小厨。上次煮的肥肠还剩了些，我明天去买条鱼回来煮一个肥肠鱼吃。走。这儿先炸熟了，过两天再炸一下。嘿，这个有点贵哟。八块啊，抓抓的。微信有没有泡姜？有有。好好十块钱呢。好的。嗨，肥肠泡椒鱼。因为我们那边有两个房间住的其他同事，我们生意稍微小点哈。这条草鱼2斤多，把那个黑膜给它刮一下，不然太腥了。这个葱是红葱，非常非常香。再补个蒜。我们先把葱蒜切好，然后再片鱼。这是我买的泡姜，提味儿全靠它哈。四川人对泡姜情有独钟。香啊，肥肠切成块块就是。我个人吃肥肠啊，一定要把里面多余的油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干净，不然我总觉得里面有猪的便便。现在我们来片鱼。把鱼再洗好，放点盐，稍微腌制一下，更入味一些。葱，放几瓣姜，来点料酒。材料准备好了，下面开始。
老。锅烧热后，我们下油，这个油又要稍微多点哈。不喜欢油多的可以不放。今天花椒我放一把，你们个人去数哈。强哥，泡椒泡椒，大蒜，要颜色好看点，加点豆瓣也可以不放哈。把那个泡椒泡椒的香味彻底炒出来。豆瓣要炒出红油，炒差不多了，我们下肥肠。好，我们加水。先让它煮开哈，加个盖儿，汤已经有味了，少放点盐了。放点鸡精，要是觉得鸡精放的多的朋友也可以不放哈，反正我要吃。那我们先把鱼头下锅，鱼骨头，然后下鱼片儿，然后我们放上葱段。完美。我们没那个大的盆，就直接用锅盖啊。不是吹牛皮，不好吃不要钱。我觉得今天可以不用吃饭了，把那个鱼吃了就行。来来，给你吃精华来来。美容的呀。美容的吗？鱼吃的嘛。鱼头，我的最爱。今天少吃点饭，多吃菜。
太辣了，歇一会儿再吃。吃了，我把饭吃了。嗯，太辣了。一会儿准备吃啥嘛？再平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再平一点的话，你想把芒果都吃好久了。可能嘛，你要吃味道的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曹小厨。今天收到一个快递，这是我前天在网上买的正宗火鸡面。我们打开看哈。想想你上次吃那个假火鸡面，已经有两个多月了。大家看啊，这个火鸡面是否正宗？原产地韩国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光吃方便面，我们还上点硬货。所以我决定现在去菜场切点卤菜。走。刚刚下过雨的重庆，天气比较凉快哈、啊。据说晚上还有暴雨。一个美女免费送我了一排挂钩。再弄一个吧。买了三个火鸡翅，给摄影师买了一个凉面，今天中午回去过瘾。下过雨后的绿色看起来心情都好哈。重庆的路永远都是这样，你不是在上坡坡就是在上坎坎。让你先吃哈，吃饱了再给我拍视频哈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哈儿要不要再吃一袋火鸡面？嗯，接受不了。免得网友说我虐待你。我曾经好老看你工作不看你吃饭，哎，你是认识我啊？那你为啥子不喜欢吃肥肠呢？我喜欢吃啊。我们先把面饼拿出来。你可以不帮我。现在我端过去煮一下。水开了，我们下面。这个方便面比我们国内的方便面要粗哈，吃起口感比较的劲道。看说明书，他说要多煮哈，煮五分钟。我决定可能要煮八分钟，因为上次吃那个假火鸡面，煮的时间有点短，它有稍微有点硬。火鸡面，今天中午要饱餐一顿。我靠，能够的。其他的办不了呀。先做好防护措施。
他们产品质量还挺好的。咬都咬不动。我觉得那个料我放三包就是，放五包的话我估计吃不消，先尝试一下。哎，这个没放。啊？这个白色袋的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海苔，稍微等一下，把面拌开了，放上去就好。看起就比较韩式。没吃过进口的吧？没有。上次吃了一回嘛，大家说是假的。这次吃个正宗的给他们看一下。还有两个火鸡腿。哦，还有两个火鸡翅。火鸡面配火鸡翅。有点辣，韩国人这么能吃辣吗？开空调。香。火鸡这个翅膀都那么大，一个鸡可能要那么大。重庆的这个消费都快把你养不起了，少吃点儿。多吃点儿，吃撇点儿。蛮好吃的，就是面有点黏了。哇，
不吃了，不吃了，还剩下大概一包多点儿，我决定不吃了。肚子其实还没吃饱，但是实在是太辣了，越到后面越辣，一股甜味儿，然后又辣，是那种真刺的那种辣，受不了，实在太辣了。从此以后，大家不要再推荐我吃火鸡面了，我也不会再去尝试吃火鸡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曹小厨。今天起来剪了个头发，然后去市场买了两斤猪肉。我们今天中午做一个芝江回锅肉，弄。这不多呀。这个是做点肉，专门做回锅肉的。有没有老板骗我们？猪皮长得比我还白啊！这个下锅。放两个花椒就是，盖个盖儿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芝江回锅肉安逸的很。芝江就买辣椒，好贵，这么一坨5块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真心吃不起。为煮那个回锅肉，专门买了个盘子，8块钱。切，还不如买一块肉。芝江，我们把它切成丝。你晒人是没感觉。变聪明了，跟你学的噻。我们来看下肉。待会儿肥逼我吃剩的，你吃好不好？我今天没煮你的饭，捞起来直接炒。过个凉水，切肉，瘦的放点儿。行，其实这个肉还有另外一种煮法。大哥，不晓得了，关你白肉。材料准备好了，弄。回到四川吃油真厉害，今天少放点儿，直接下锅。我喜欢吃花椒，还是下几颗？
回锅肉的灵魂豆瓣儿。蒜儿下锅，紫姜，有了那个紫姜都要多吃两碗饭。加青椒，放点鸡精哈，你们不吃可以不放，反正我要吃。再翻9981哈就可以出锅了。瘦肉有点柴，肥肉还比较好。今天剪了个发型，心情好，所以多吃两口。汤汁泡饭过瘾得很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曹小厨。今天重庆在下小雨，气温突然从30几度降到了20几度，还有点小冷哈。这样的天气更适合火锅。然后媳妇儿在网上发现了一家纯海鲜自助，我们去帮老板看一下海鲜新不新鲜。走。你现在位置在哪儿吧？海鲜自助是不是你的最爱啊？那是你的，你自助餐海鲜牛排。我们回来2-3个月了，都还没有吃过海鲜，今天去过瘾。迪西尼自助餐海鲜牛排。今天谁付钱？你。肯定是跟你一样的人把他吃垮了。太喜剧了，老板晓得我要来，提前就关门了。走，换一家。我们直接干到市里了哈，又找了一家。终于遇到个老板胆子大的哈，我们去给他上一课。不是，等哈我去给他通风报信去。小龙虾。在哪边睡觉吧？晚了吧？嗯，来晚了。这不是调料，这是甜点。超香重庆的最爱。欢迎生蚝。寿司。给我拿5个螃蟹，五个，那没放这个嘛，毛孩儿拿起，安逸。你给我蒸了恁个大一锅，三只。先吃生蚝，
这是四川特色冰粉儿，从来没吃过，尝一下。包子。你可不可以注意好形象？嗯，帮你把照了哈。我拿的五个螃蟹，你就吃了两个。虾龙虾，虾龙虾拿去挑几个。今天有没吃啊？没有，今天吃不了。走。今天那顿饭吃得不安逸，还不如在楼下吃一碗重庆小面，两个人消费138。它里面值得推荐的是牛排、生蚝、牛排、生蚝、蟹，但是它里面的菜品包括点心不敢恭维，很一般。主要是不新鲜。
今天吃了一肚子的蔬菜，好好回家要整碗面。熟人，老板儿，熟人，哪个卖的？二十五。在这儿。上到这儿。走了吧。走了。两个。10块钱的。来的。有那么干吃吗？好个炸出来的是吧？然后都炒小厨，你要吃好多，吃一斤噻，一斤半嘛，很多，我吃一斤，你吃半斤呢、10块8呀，好了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曹小厨。今天小厨不煮饭，媳妇儿来掌灶。今天我们吃啥子？猪肉煮米线。弄。曹小厨又偷懒了，今天又叫我煮饭。我给他买了点猪肉米线儿，今天煮猪肉米线儿。我觉得小时候我们都不吃哈。是啊，辣不辣？我就是把那个折了，有点辣。看你还动脑筋，做饭都要动脑筋哈。你晓得我的重要性不？嗯，在我心目当中，你一直都很重要。嗯，煮面条，煮饺子，就是煮米线，我必须要葱。没葱，我觉得不行。今天你吃啥子不？哎呀，少吃点嘛！昨天那个肥肠鱼吃了不？我准备好了哦。我用下午补补。意思就是说你比我聪明人。懒人总有懒办法。我拨3块5块嘛，我拨3块5块。懒人总有懒办法的。这要智慧。切。切点姜蒜末，香。收钱就两个，几个啊？5个。够了吧？数不清了。够了吧？好。啊？好。好不好？嗯。再给你煮个。好。姐，你吃这个碗。我吃这个碗，算了吧，我这个碗搞不定。你来，班长好弄不？葱。这人比我还有洁癖啊！米线儿得要洗一下再下锅。我现在发现个问题。下厨的女人是最美的。老骗我干活。你喜不喜欢吃醋？喜欢。多大点啊？随便。我反正喜欢。
你这是花椒面哦。花椒面呀、啊，多放点吧，你妈的。我多放点。你心太黑了吧？你要谋杀亲夫哦。烧点辣椒，昨天辣椒在肚子还没消化。这个不，我要的油没有辣椒。你看媳妇儿对我真好啊，晓得我的饭量，给我煮了一斤，还喊我少吃点儿，剥两个蒜吃。孩儿不要跟我讲话。开吃。香哈，嗯，吃过吧？不没肉了，都吃完了。嗯，好不好吃吗？嗯，吃到现在感觉缺点味道。我觉得今天炸那个酥肉没你炸的好吃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明天给炸嘛。好。想得美，套路。啊，好酸呐、啊！这酸爽才过瘾。你放太多醋了。
重庆那个天，一天一桶水。